股今天最重要，在今天呢，防疫股可以说是乐翻天，再创天下。在今天，在防疫股里头有11档攻到涨停板，外资在今天是狂卖了212亿，台积电往下重挫，联电破底。而郑州很有可能即将要封城啊，所以对整个苹果供应链而言，确实是一大冲击。有十档瓶盖股都破底了，而投信的索马现在转向传产，又怎么做解读呢？稍后一一帮你来做解读。好，我们刚才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政大外交系副教授吴从涵吴教授。阿官好，大家好。资深专栏作家王尚志。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到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阿官好，大家好。秀熙老师来，每次来了我们是好代志啊。你莫咧讲。哎呦，拢就金军在叫你来哈。邀请到前公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阿官好，大家好。资深分析师徐玉玲。娟姐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稍后军事专家吴明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刚刚说秀熙老师来了，我们是后代机。喂，下面我们来听阿中部长怎么说。在今天呢，竟然突破千例，甚至于呢，有记者问到百万例有可能吗？阿中部长说，也不是没有可能。好，现在这个报告出来的是1209人。那境外移入的相对这几天来讲相对比较低，落地裁减68人，居家检疫裁减7人。我们的疫情会不会破百万，我们也说这有可能。刚刚才 做完这个快筛了，只有一条线，请大家放心。请大家，南韩有宣布说18号他们就要解除社交距离，然后25号他们要下调传染病等级，五月下旬开始确诊者就不用隔离了。想问一下指挥中心会怎么去评价这样的防疫措施？会，我想韩国这做法是正确的，他的做法，因为他基本上疫苗施打率也算高，那一般染疫率高，疫苗施打高，那医院的量能准备够，那其实他把它当作一个流感化来处理，这个方向是对的。好，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带你来关心的是台北股市在今天的下跌，主要是外资大卖，外资狂卖了212亿，这其中台积电的重挫贡献指数将近百点，而联电也破底。所以玉玲带我们来看外资在今天到底在卖什么呢？我们来看外资在今天大卖超过200亿，卖了联电、台积电、晶圆双雄，卖了长荣航空和华航航空股，卖了还卖了人保、友达和宏基。好的，其实呢，从这张表格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外资在卖什么。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国泰台湾 5G Plus 跟中信关键半导体，我帮大家调了一下，光这两档的 ETF， 台积电就占了大概 10% 左右。那这一档呢，台积电是占大概30%，然后这一档呢，台积电是占20%。再来联电，这一档呢，联电是占大概5%，然后这个呢，中信半导体它是占有大概10%。所以你不要只看联电卖，对，29,000张、14,000张，如果再把这个 ETF 加进去，那不得了啊，没错，就更多了。然后当然，其实这一次的外资卖超其实很集中，都是在半导体相关的个股。所以我这边提醒一下，如果手中真的有半导体相关的个股，第一个我们要先看一下外资的卖超状况，外资的资金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出现大挪移。好，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现阶段呢，给大家六字真言。好，哪六字真言呢？大型全值高价避开，大型全值高价避开。为什么？因为刚刚从台币的贬值，再从呢，再从费半的破底，我认为现阶段电子股，尤其是大型的全值的高价的都有卖压。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叫做大型的全值的高价 的。好，娟姐，我必须要透过这个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有台积电，我也认同台积电很好，但是股票不能够只看基本面，大家一定要先看一下。你手中的这个像台积电，它其实不好，是因为它是技术面有转弱，筹码面外资一直站在卖方，它成为外资的提款机，我也为它叫屈，但是目前现阶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弱势。对，因为外资它毕竟它买了台积电买了20年，你买台积电买多久？你可能买台积电买一个月两个月，你怎么可能拼得过外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这档股票，我想为它叫屈，但是因为现阶段大环境不允许它涨，它会成为被动型外资的提款机。所以如果真的有拿这档标的的人，可能要耐一下性子，我觉得要以长期抗战为主。资金有转向传产吗？有的，有的。其实很明显的发现到，目前的这个外资，它很明显发现到它跑到了航运相关的个股。那如果
你们手中有航运的人，我认为大概在半年线跟年线附近，大概在128附近，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波段的支撑，这个位置其实不用太过悲观，但是这个股票它能不能够马上涨，它需要时间换空间。台股今日最重要，郑州恐怕要封城，现在已经在做全员普筛了。这样情况之下呢，苹果供应链会不会惨了呢？在今天有十档瓶盖股破底沉淹。我现在担心的是整个这个大陆的停工风暴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现在不管是组装的鸿海、和硕，还是 PCB 还是记忆体，就鸿海跟和硕来讲，原本是这一波里面相对抗跌的，最近也开始出现转弱的迹象。大陆的停工风暴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现在不管是组装的鸿海、和硕，还是 PCB 还是记忆体，就鸿海跟和硕来讲，原本是这一波里面相对抗跌的，最近也开始出现转弱的迹象。那 PCB 就不用讲了，这是重灾区啊。那记忆体是持续的下跌，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风暴会持续的延烧。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最近在郑州出现了七个例子，七个案例，这七个这个疑似染疫的案例，这七个疑似染疫案例出来以后，就要做全面普筛。这全面一普筛下去不得了，有多少是无症状的？这一层 一下去，那怎么办？郑州如果封城，郑州如果封城怎么办？如果封城，我现在很担心啊。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鸿海的重镇，你看它三个厂区，经开区、中牟县还有航空港，你知道这里有39万名的员工，它有90条的这个生产线，全球 iPhone 的手机有一半在这个地方生产啊。郑州厂平均一分钟组装350只，每天产量50万只，换句话，停工一天50万只就生产不出来，就生产不出去了。50万只就生产不出来了。对，那而且基本上这里 iPhone 13最主要的产能就占了80%哦，这是高阶手机的部分哦。那你说这个会很严重吗？搞不好也不过就个3%、4%的这个对 iPhone 来讲，就是它的获利少个营收来讲少个3%、4%。好，我举例哦，去年郑州水灾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当时厂区也不过就停2天。因为自动设备淹水了，好，那我们就停个2天吧。当时停这个2天，就让这个苹果的手机出货预估少1000万只哦，就少1000万只哦。所以当时它的股价就跌了12%。当时外资就认为说，影响它的整个营业2天4%，苹果12%。对，当时就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封城。来，赶快来看一下股价，所以我们很担心，因为苹果股在今天多档个股破底啊。所以陈燕来看一下瓶盖股该怎么办。好，当然基本上呢，记忆体的部分我们来讲，先讲组装的，因为影响最大的是组装嘛。组装好，一天50万只。对，组装的股票呢破了季线月线，鸿海跟和硕。好，这里面鸿海跟和硕帮我敲一下 K 线，我很快带各位看一下就好了哈。鸿海的部分，其实我原本一直认为它100块撑得很好，然后有诸多的议题，电动车什么在撑着，我原本都认为逢低可以接。我基本上哈。我觉得如果手上有股票的人呐、如果真的破100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真的是很大哦，我不敢讲短期能不能解决了哈。那另外一个另外我们回到宫格 PCB 呢？对不起，再让我讲一个和硕就好。对不起，再让我再讲一个和硕。4938。因为这一波为什么要特别讲和硕哈？因为这一波和硕表现是最稳定最强的。那因为连和硕都下弯了。所以我为什么担心的原因在这，因为它是这一波最强的，原本停工的讯息出来也没有卖压，外资还在买，所以这是我担心的原因。好，那 PCB 那就更惨。那 PCB 呢？前有昆山已经封城了，对，没错，没错。现在如果连郑州再封的话，好，那这个不用看 K 线了，直接在这边就可以解读完毕，因为它全部破均线，全部破均线，然后这个法人的卖超压力非常大，我觉得其实你不用想了，就我们就可以直接往这边走。那这边是记忆体的部分，我觉得更惨，因为这一波消费性电子里面，首先受到最大冲击的是记忆体。但它四月份以来已经跌了大概20%左右了，所以跌升不是就最大的利多吗？不一定。说真的哈，这个到我还担心，甚至就是说第二季、第三季整个电子消费产品的一个销售还会持续的往下荡，而且目前我们只是看到。这个封城的问题而已，如果通膨的问题再持续出现，整个订单往下的话，我觉得还有疑虑。好，但是卖股票呢也有不同的卖法，有不计价卖出，也有卖在一个比较尊严的价位，所以
这样的族群手上如果有瓶盖股的，有刚刚画面上所看到这些弱势技术面已经破底的股票，我到底要在下周就切心给卖掉，还是等反弹来到一个比较有尊严的价位再卖呢？应该怎么卖？认为等反弹再卖的给圈，认为把就 KK 切心嘛给卖掉给差，请举牌。好，我们看到有三票是绝情狼啊，有两票给圈，来朱老师。啊，你叫投资人赔钱的时候卖，真的是比割肉还痛了、啊、哈、啊！而且这一波真的已经跌这么多，会死猫跳一下吗？对，这一波已经跌这么多，跌这么多，你有需要再这样去跌吗？因为大家特别注意到，今天大盘整个不好，可是17000守住了，谁在守？我想背后有那只力量会把这个盘撑住，所以我会觉得真的是看反弹再来决定。好，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要带你来关心的是，那投信确实现在也是换到传产，包括华兴和惠阳，刚刚都看过了。股价创新高，所以请容旭帮我们来解一下投信啊，因为外资今天美国股市休市嘛，因为放复活节假，所以很多人说下个礼拜轮到，特别是礼拜轮到内资来表现哦。哎，没有错哈，其实哦，我们看到今天呢，投信买的一个股票里面，其实都跟过去这几天一样，通通都是以传产为主轴。好，我们来看他今天买大成钢、世纪钢、新光钢，哎呦，长荣行除了元晶之外了哈，包括中兴电，这个是绿电概念股啊。传产的惠阳 KY、 开发金、长荣，只有一档人保嘛，除了人保之外几乎都是传产。然后卖什么，我们来看今天卖的前十档全部通通清一色，等租购清一色都是电子股。为什么宝邦电、强茂、智源、台升科、光照，我们念一下了哈，联电、新兴、台半创维，好，因为投信他也要做绩效啊，过去投信做绩效最喜欢做的就是中小型电子股，所以你看投信现在懂得怎么样顺势而为，所以我们做股票也是要顺势而为啊。所以基本上被棒杀顶住了，对啊。也不是说棒杀顶住了，就等它涨的时候我们再来买，没有涨我们就不要买嘛，哈。那我们现在要买要怎么买？现在很多人啊跟投信一样，现在其实投信现在钱要从电子股撤出来，要买传产股的话，他要买落后补涨的。那怎么样叫做落后补涨？比如说像世纪钢，其实世纪钢哦，你看它这一两天强，但是它已经闷多久了？对呀、啊，之前都闷多久了啊？上辈，你看这默默买，今天才大买，大买哦，大家看看到了，对不对啊？所以哦，像这种元晶，过去这几天观察，哎，龙三眼线、下眼线，你看这投信也默默在买。再来的话，像华航，我为什么要提华航？因为华航的一个股价涨幅相对落后，但是呢，也因为落后，所以成为投信的选的标的，因为长荣都已经拉上去了，差倍扣啊！长荣行跟华航差倍扣啊！啊，赶快东西啊，航空客运呢、啊？啊，它又货运占比比较高啊，所以哦，今天啊涨货柜啦，涨这个散装轮啦，我认为哦，华航它是升级版的货柜以及散装轮，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载货，以后又可以载人。我和你刚才对进可攻退可守啦哈。那啊，等足够卖电子股哈，这就比较麻烦了。我都卖，对，因为这个都转卖了哈。那这转卖的股票我们就不要去碰了。不过荣旭，很多传产股现在是不是在走轧空啊？有一些在走轧空，没有错哈，就是比较强势的。那电子股融资比较高的，则是要避开。我都列在上面了。好，上面这是上面这个都是楼上，就是融资多的，有可能会被多杀多的。比如说融资余有很多的二三十万张的，那要不然就融资使用率40%+的哦，要不然就是跌的过程里面融资一直增加的，不减反增的。这有这三种这个现象的，你都要特别小心。避开。那传产的部分确实也有轧空的。什么叫做轧空？就是股价涨。然后呢，融券一直增加了。现在啊、哦，上市柜加起来啊、哦，就是说统计起来，融券最高的张数最高的就长荣行，所以你蛮快瀑布啊哈、哦，它这个搞不好会高。刚快瀑布啊，那你刚快瀑布啊，来，我们来看一下2618长荣行，它的融券余额现在有42000多张。对啊，那这种股票你不要说不会高空，因为像第一季电子股在跌的时候。那个智源跟这个创维怎么样涨上去了？人咧乐伊咧去啊啊！所以现在紧加空是加电子，今嘛加空是加对啊，今嘛你看大盘落个安尼哦，但是你觉得说不会加空没有、哦？我这个融券越来越多，而且不是只有一档股票。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那六公的东姐也是哦，你看东姐这个融资也一路增加，而且券资比38%，你怎么券资比38%的我在拜托，券资比现在能够30%以上的大概不超过。我修正一下，是融券一路增加了哈，融券一路增加，对啊，券资比它是比较高，38%，30%以上的大概只有10几只。宝林富锦也是嘎空嘎到涨停板，它是嘎，它因为融券暴增哈，激增这种股票你也要小心。但是这种股票我们是不是
欢乐呢，因为它风险会比较高，会不会拉回来？因为我跟你讲哈，轧空的股票通常拉回来五日线、十日线再买，就差不多又会再上去。因为主力如果没有跑的话，它不会放股票跌破长黑破十日线，所以通常哦，这个轧空股我们把它洗到五日线再买，对，洗到五日线，顶多十日线。哦，好，那我们就知道轧空股怎么做短多了。